帮助到一些。好的，那我想呢，刚刚言承旭呢也分享了很多呢，不管是在这个新书的拍摄的过程里面呢，或者是他对于这些书的一些概念的想法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现在进行我们这个媒体联访的部分，好不好？麻烦我们这些 cable 的记者朋友们。好，不好意思，那是的，是的，今天台上稍微窄了一点点，那请各位稍微小心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好意思哦，这个各位在台上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安全，因为这个台上的有点小，有点挤，然后呢，今天下雨天，然后呢，地板有点湿滑，注意一下安全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好意思哦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先把麦克风拿好。好，要问什么问题先讲好，然后摄影机呢位置摆好。是的，也请这个现场的这些呢支持言承旭的朋友稍安勿躁，稍等一下下。Thank you.
分别带着你的礼物一起上台，掌声欢迎他们。